邵子峰同女方太太伍慧宝近日陷财务纠纷，邵子峰今日再发文，文中未有开名，但就指有位彩虹小姐露天彩虹瞒住老公同其他人藕断丝连，话呢个人同老公拍拖期间同其他人往来，嗰位老公就蒙在鼓里，话你同我哋大律师梁同学多年嚟藕断丝连，仲有你同你老公拍紧拖嗰阵，你同 TB 小仙姑娘去欧游做过啲乜？你有冇同老公提过啊？佢仲话希望你老公问你，你识答啦，因为你老公蠢到个程度，唔系好多街外人知咯。